Hi, my name is Janel. I'm a 4th grade international boarding student from Shanghai, China. 大家好，我是 Janel。我是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12年级住校生。我在 Westover 参与的一些活动有越野跑和跳舞。因为我们现在无法见面，我很高兴能带您虚拟游览Westover 校园中我喜欢的一些地方。首先，我们进入的是学校宿舍，这样您能更快地了解学校生活。Dorms， 现在我们所在的是学校宿舍。我是一个国际生，所以这个空间对我来说就像家一样。学校有意建造让所有学生都能住在一栋大楼里，不限年级。四个年级分别占据了不同的走廊，一共有两层。即使各个年级之间都被走廊隔开，我们也仍然生活在一起。这也是我很喜欢我们学校宿舍的原因，因为无论我处于哪个年级，我都能与其所有人交朋友。我从热情的宿舍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，尤其是我来 Westover 的第一年，也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。在这个宿舍里，我们每周都会举行不同的宿舍活动，每晚晚自习过后，学生们都能聚集在宿舍老师的公寓里玩游戏，烤杯型蛋糕或者看电影。这些活动能使我繁忙的一天得到一些放松。Red Hall， 对我而言 ，Red Hall 是学校中最美丽的地方之一。在这里，所有的地板上都铺着红地毯。我们在这里会有全校的集会，每周进行三次。集会中会收到学校的公告，这些会议由我们的八位学生代表举行，他们会宣布学生的生日、学校活动、体育比赛和戏剧表演等内容。作为一个较小的社区，很高兴能看到整个学生团体聚集在一个空间之中。这也是一个公共空间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写作业，享受闲暇时光。Chapel， Westover 是一所非宗教学校，但我们每周都会在Chapel 就是教堂里举行一次活动，这是一个正式的空间，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听学生、教职员工和演讲嘉宾的演说。我们的社区成员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，我们的合唱团也会在这边进行练习。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教堂里的传统和仪式，例如 Lantern Ceremony 和 Candlelight。Dining Hall， 饭厅设有圆桌，这样的设计可以鼓励学生之间的对话和社交。食堂供应早餐、晚餐，早餐、午餐和晚餐，但全天都会有麦片、面包圈、吐司和果汁。我们学校有很多很棒的食物选择，几乎每天都在变化，并且是以自助餐的形式来提供的。我们每个星期二都会有一次正式的晚宴，我们可以与老师还有其他年级的学生进行交谈。尽管我没有任何忌口，我们的食堂也可以满足所有类型的要求，譬如全素主义者等等。Student Commons， 这个美丽的地方是于2018年首次开放的学生共享空间，这是另外一个让学生在闲暇时间放松身心的公共空间。当我不能在宿舍里专心学习的时候，我就会来到 Student Commons 学习。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馆，为我提供了很多下午茶点心的选择。我最喜欢的是草莓香蕉冰沙，但他们也有珍珠奶茶、披萨饼和冰激凌，很多的选择。在这里还有一个 Wii 和台球桌，供学生们一起玩游戏。我对我们学校的校园展示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您能喜欢我为您带来这次虚拟校园展示。祝您学年愉快，希望能尽快见到你。See you!